昔日一幕夫妻 PK， 火药味十足。怎么样取出蛋白？你不会？我觉得听完老师60秒之后，我决定我要先走了。哎，还有人在那边脱衣服，是不是？好衣服不能弄脏。哎呦，真的，你在紧张什么啦？今天晚上6点，33出发。